面先。願望成真啦！由出道開始講話拍一個十二個人嘅電影，就終於而家實現啦！我覺得係開心嘅，同埋都工作氣氛上都幾好，因為見住大家嘛。咁放 break 嘅時候又多啲話題講下，又唔怕悶啊嘛。同埋今次呢套戲嘅題材，我覺得好好玩啊，因為好大家都有啲特別嘅技能啦，然後學一啲新嘅嘢啦，而且嗰個大家仲壞到呢個題材，即係咁講都好似好有型，所以就期待大家一齊去做嘅時候嗰啲火花嘅。有邊位係 NG 王？有型之王？NG 王？爆肚王邊個？冇。我嗰邊。冇有冇冇 NG 啊？好專業㗎我哋。零 NG。係啊。NG 都係啲環境嘢啦。係啊 ，technical 嘢啦。一定唔關啲事。賴落去，賴落去，賴落去。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，係啊。邊位嘅角色係比較難處理啊？自己角色。角色上難處理，我覺得都唔算係嘅，因為今次我覺得都相對比較接近自己本人嘅今次嘅處理，所以係咯，咁啊做自己，大家都做自己，所以就好玩喺呢個地方，可以攞啲真感情出嚟啊嘛。技能邊方面難學啲，會唔會游繩？各位，你係最驚高㗎啦，咯，有冇排呢個游繩嘅？游繩嚟講係假嘅，頸係有 CG 嘅，係的確有難到我少少嘅。因為咧當日我就冇特登安排去訓練，所以現場即刻學。因為其實好短嘅啫，一下嘅啫咁樣。咁但係因為 Stanley 同佢好多對手戲嘅，咁 Stanley 就係扮演一個唔識游繩，我係識嘅。咁但係點知唔識嗰個人咧就一下就學識啦。咁我都學咗成個 dinner time 先學識，所以都真係唔係咁簡單。邊位打戲比較多啊？打戲比較多。阿 Long 同埋 Long Man 都有。佢成日幫你哋打。多謝。示範。加哦，多謝。我係打戲嚟講，聽過你好有型喎，聽同事講。因為特務嘛，即係特務少不免都有啲肢體嘅動作。係。咁但係即係打，即係我覺得打我哋唔係最辛苦啦，一定係啲武師嘛。哦，係最專業、最辛苦，即係我哋。打完的時候就要到他們再慢慢拍替身成。但你有沒有受傷？暫時突出未搞到人，你有沒有搞到人受傷？暫時突出都未。你不知道而已，可能你覺得自己有不有型？你覺得自己有不有型？你未答我問題嘛，其實都 OK 的。不是喎，你send俾我嗰時唔係咁講嘅喎，send條片俾我。分片就急不及待send出嚟，哇！你見唔見到一個人好有型啊？我冇 comment， 我只send 條片出嚟。係佢哋自己話我。咁另一個難嘅會唔會 Jeremy 啊？你話你啲對白係好多。哦，嗰個係需要多啲前期功夫去不停背稿咯，因為嗰啲台詞係比較難記啲嘅，因為佢係好多資料性嘅嘢啦，所以就要真係要死記咯，跟住仲要係好通順地講出嚟嗰一下係難嘅係。我對你有信心，加油，一定得嘅。飛車特技場面啊，飛車好似冇揸車，就好似有係咪啊？飛㗎，飛都飛㗎，飛法，好快咯，飛咁快，係咪快過快上啊？但係都要呢個安全車速，鏡頭望落好近，鏡頭望下，即係快過快車速。我整親咯，不過點解咧？點解會？我俾火燒親。嚇？其實係，但係唔關拍戲。O K， 下一條問題，下一條問題。依歸度嚟講，開始啊！我哋係咩嘢啊？咩嘢啊？因為我咧呢排開工完，跟住咧就夜晚翻到屋企好攰，咁但係我想屋企有啲香味，我點蠟燭啊嘛，咁我攞住個。個火機點嗰陣時咧，咁就唔係好睇得清楚，原來嗰個出火口向住自己隻手一撳就燒親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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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枉你一世英明啊！大家小心啲！你走啊！你走啦！去醫院啊！走啊！大家小心啲，隻手高緊。我其實都好多功課㗎。我既然去到咁嘅話題，唔好啊，唔好送嘢俾我，我唔好意思啊，你今日你收得啦，咁 OK 啦嘛。
好翻 ，OK， 好翻。聽住你啲有嘢講啊！我今日有啲鼻敏感，好大塵啊！琴日做嘢可能有啲鼻敏感啦，可能攰啦，咁啊呼吸唔好就有啲鼻敏感。你有冇啲咩事啊？我生咗暗瘡。哦 ，damage， 好影響心情啊嘛呢啲嘢。係咯。自信呢啲嘢好緊要㗎，即刻冇乜你睇我坐錯咁係咪？癲曬啦佢。陰公陰你咧，你咧，你咧。哇！呢排。你我哋跟佢啊，係咪跟佢嘢講？我冇聽。係流牙血，流牙血，流牙。太大力咁。倒刺飛枝。流牙血。係啊，有冇啲咩講啊？受傷牙肉。我冇啊，冇。好，翻返嚟先。翻返嚟。我收到電費單啦，係啊，咁未交啊。税單啊。係啊，大鑊啊，大鑊。咁就有一個月時間嘅，我知道，所以係大家係有時間嘅，大家係啦，多多益善啦。下一位，你呢 Pinky， 我又有份。我今天起身唔記得飲熱水啊！好大件事喎，好大件事啊，好唔健康啊咁樣，係啊。邊個冰箱？俾網民逼婚。哇哇！呢個波掉到咧。嚇！佢有冇上網㗎？嚇！冇啊！努力工作咯，繼續努力工作啦，都係係啊！我今日咧，我寫流啊！冇啊冇啊冇啊！誒，你覺得咧？你係點啊？你有咩感覺啊？加油啦！你要加油啊！大家努力工作啊！誒你。喺畫姜豪咧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都係從呢一部分嚟噶嘛。係啊。喂，大家玩創曬個心啊！搶救我咩？好啊，講下姜豪，你嗰個姜豪灣，你媽咪又落嚟就總統式嘅。總統式。我媽咪最近都有鼻敏感。今朝有冇飲熱水啊？有，今朝有。哦，係，即係當我好感動咯，係咯，咁啊，但係都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咯，因為係即係太多人嗰一日係，所以都擔心佢嘅。咁佢係鼻敏感喊定係？鼻敏感，我都鼻敏感，都應該真係喊應該係。多謝大家多謝。但係你有冇怪佢？聽你話都照學界。係咯，即係都驚大家擠迫啊，或者話有啲危險嘅事情發生咁樣，所以都，但係佢開心就得咯。冇逼婚，冇啊冇啊！佢 Stanley 嘅，唔好再翻去啦！即係叫你讓 Stanley 先。Stanley 咁啊！幫幫手，大家幫幫手，可以暈低啦！好嚟，你俾林友嘉點燈喎，耶！冇翻過去啦 ，Stanley， 我幫你。好多謝咯，好多謝林友嘉邀請我可以唱一句咁樣，可以唱一句，即係係一個好大嘅榮幸，好大嘅榮幸嚟嘅。台灣好犀利，台灣好犀利嘅歌手。跟住希望遲啲有機會再可以合作啦。有機會再合作。請佢做嘉賓啊！係請我做嘉賓喎。好啊，可以走係咪可以啊？真㗎？真㗎？我希望有呢個機會啦。希望呢個機會咧佢。係，哇！都係個人演唱會嗰度，係。唔知咧。你做唔掹人哋期啊？你咪講啊！係咯。你好忙啊！我會盡快盡快趁得檔期就睇下可以請到人家嚟做嘉賓。睇到時點啦？睇點啦？咁你唱完係咪都好緊張？即係你縮埋啦，林友嘉做訪問嘅時候咧，扮你縮埋。唔係好，因為好好開心同埋好想像唔到咯。好開心，想像唔到。發緊夢。發緊夢，所以就好緊張。咁所以係我都。唔相信㗎，唔相信㗎，係啊，瞓唔著㗎可能。做咩啫？做咩啫？做咩唔小小粉絲，小粉絲。想喊㗎。想喊，根本都想喊。係咯。瞓啊！攰啊！瞓唔著有嘅，但係瞓唔著有嘅，冇喊嘅。冇喊嘅。而家都冇，邊度有喊？而家冇喊啊！眼濕濕，硬硬。好，你講翻你哋自己。因為同亞博嗰個 show 有多啲 detail 可以公布俾你。我諗我哋知嘅消息就係你哋見到嘅消息啦。因為都好仲係好籌備當中啊嘛，都仲有
大半年的時間，所以都係好多嘢都係初步嘅啫。但我哋自己就諗緊有啲乜嘢可以玩咯。咁我諗內容入邊都會有啲新有啲舊嘅撈埋一齊咯。啊，希望好玩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如果係得8場，咁有冇機會係再加多？我自己希望可以加多啲嘅。因為多啲人睇到開心啲嘛，同埋啲飛都搶得辛苦嘛，我自己就唔介意開多啲嘅，即係我自己最開心就可能係做幾場唞幾日，做幾場唞幾日，做多啲即係真係想睇嘅朋友睇到係我哋嘅心願咯。會唔會有人會係 Even 翻嘅場啊？會唔知喎，即係要睇下到時 book 嗰個場地嗰個橫跨去唔去到，如果係嘅話。咁一定係開心啦，可以喺個台度大家一齊過生日。但係咁嗰場就佢自己一個做曬。我哋係我哋十分喺下面睇嘅。係啊，幫佢慶祝喺下面，幫佢打氣。我幫你睇住個蛋糕。應該我放假睇呢場。咁誒有冇話特登再會飛人個檔期咧去彩排？如果上次可能都比較急。今次會唔會再多？有啊，足夠嘅時間係啊，所有嘢都用呢個足夠嘅時間同足夠嘅結果你叫咩啊？係足夠啦，總之就所有嘢都係啊。我覺得呢個就是檔期的問題啦，同埋因為可能我哋十二個人，佢可能唔得，啱啱入咗去嘛，十二個人嗰個檔期難就啲啊，所以就唯有可以喺亞博教咯。但我都知道大家擔心緊座位嘅問題嘅，我都擔心緊，但公司我諗都佢哋有好多嘢要處理啊，所以就真係要等多少少時間先通知。你哋會唔會都期望有一兩場係真係專係 Mirror 場？期望都未必係 Mirror 嘅，即係所有想睇嘅朋友都睇到咧，我覺得係最好嘅，但係。都要再看看怎樣從長計議可以做到這個計劃。那你說有想玩新遊戲還是想玩什麼新遊戲？就是他自己一個做 show 不過切蛋糕可能等希望有些新的花款是咯，即多些新的東西給大家看咯，想知道哪個 show 機 show 機啊？有誰有興趣想 show 機？ 你想看哪個 show 機啊？你全部一起蘋果機的啦，已經我打了。哇！咁即係九千嗰幾個開。咁阿Jay喎。係咯，咁阿Jay好努力做住啊嘛。咁大隻，阿Jay大隻，仲係強身健體嘅。個教位。有㗎。我唔使啦。差唔多啦，咪。Stanley 想問一問 Stanley 啊，其他朋友都有自己嘅 fashion brand 啊，幾時到嚟？哦。我啲唔叻嘅著衫噶嘛，咁所以就唔好即係我冇乜太大 concept 分人哋，咁我咪冇做呢件事情咯，係啊。好多個兄弟可以請教。請教，咁佢哋著衫好睇啊嘛。我呢啲係人著衫啊，所以係啦，個人好睇就搞掂咗，所以嚟做 gym 啦。哦。有個根本開始，我哋都唔講噶啦。好，謝謝。好 ，thank you。